我求你了，手机就让我玩一会儿嘛。那上午不是不让你玩了十分钟吗？下午玩手机的时间还没到。我要上厕所，没有手机我上不出来。那就憋着，不要上。不让你玩手机，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一玩手机就打麻将，哎，一打麻将就输钱，要钱。天，哎，算了，凑合吃吧。
样？一共11块钱。哦，11块钱，那就猛林呗。又没多少钱，我啥林呀？哎呀，我经常在你家吃，就猛林。那你总来吃的话，这样吧，给你抹个零头，10块钱算了。10块钱算了。啊。大哥，这不对呀。咋了？咋不对呀？我说的是给10块钱算了，你就给了我1块钱。你说的10块钱算了，那不就是1块钱了吗？那不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啥意思啊？哎，老妹啊，凡事啊别太认真。认真咋了？认真，你就输了呗。哥，不对呀，哥这不够呀。大中午都不让人睡觉。嗯，你好，丹丹女士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丹丹女士。我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啊，您的银行卡流水出现了问题。流水？喂。我的银行卡没有流水啊，卡是干的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卡流水了？你骗谁呢？女士，你没懂我的意思，我是说银行卡流水。我知道你说的我的银行卡的流水，但是我银行卡没有流水啊。那我看看我家其他地方有没有流水啊。喂，没有流水啊。女士，你在听我讲话吗？哎，你等会儿，我正在我家地上找流水呢，我在听你讲话呀。你说。我是说您的银行卡流水出了问题。你说流水出现了问题？出现了什么问题啊？不会把我们家楼下给淹了吧？我说的是您银行卡账号流水出了问题，你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我还是没有听懂呀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流水，真的没有。我现在就拿着我的好多银行卡呢，刚刚都查了，没有流水，卡是干的呀。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我怎么跟你说就说不通呢？我说的是您银行卡账号出了问题，你懂不懂啊？啥出现了问题啊？明明就是没有流水嘛，你这个人才有毛病吧？我已经告诉你好多遍了，没有流水，没有流水，你就是听不明白吗？你确定你没病吗？你肯定是神经病。喂喂，挂了。这肯定是个神经病，明明就没有流水嘛，卡也是干的，非要好好的让我睡觉打扰我，继续睡觉。